主持人好，镜头前你的所有的好，朋友们好，战友们好。刚才呢，我一边呢在示威，一边的和我们往常一样，和所有的经过的所有的本区的市民或车辆给我们打招呼的，他们经过多次了，一次一次给我们那种善意的支持的那种鸣笛，向我们示好，什么意思？就在支持我们，他们就在支持我们。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我们具体天数，但是每次经过都会善意的鸣笛，就是支持我们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所有人知道，坚持，频繁的坚持，每天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，它有多么强大的支持力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而且是最为艰难和困苦的。想说这一个啊，一个感受，在刚才呢。听到和我一起的伙伴，我的战友，他们说过了一个词，我又深刻的想了一下，超限战。什么超限战？超限战就是中共想和世界作战，然后中共在一直作战，世界毫无知情，叫超限战。他不会在战场上面火战跟你一对一的对决，他没这个能力，没这个尿性，他就是要麻痹所有人，你的党派、你的军队、你的金融、你的所有的民生，你各个方面，你还认为它是一种很善良的、很假象的？就像我们现在对面的，姓善的，刚才一位车的一位美国人说的是，哦，spy, bad spy, Mr. Sun, 就是对面的这位，他就是超限战，他在金融方面超限战，